今日講嘅係 F sharp harmonic minor 嘅指法。而家首先聽下 F sharp harmonic minor 兩個八度嘅彈法啊。我哋將琴鍵分為兩組去睇，三角黑鍵呢一組係大組，即係熒幕上紅色嘅位置，會用到一、二、三、四手指去彈。兩個黑鍵呢一組係細組。即是熒幕上藍色的位置，只會用一、二、三手指彈。首先是右手 F sharp 開始是大組，用三、四、一、二手指去彈F sharp, G sharp, A, B。 但是第一組開始的時候可以不用三四手指，而用二三手指去彈 C, D, E sharp。 這一組是細組，所以不會用四手指，而是三一二手指。留意 E sharp 是八鍵，所以望落去咧，好似會彈 F 音而彈唔到 E 音嘅。接着是左手 F sharp 开始是大组，用四三二一手指弹 F sharp, G sharp, A, B。 然后是细组，用三二一手指弹 C sharp, D, E sharp。同樣，因為 E sharp 是八鍵，所以望落去好似係彈緊 F 音咁樣。雙手的時候，右手一開始可以用二三手指，左手就必須由四三手指開始。之後只要留意是大組定是細組，就可以決定轉三手指定是四手指了。Thank you.
練熟指法之後，就可以比較連貫咁樣彈出嚟啦。